仁慈一生，不负天下，为父事业。让你一时间接受王府反叛，确实很难。来，喝口水。你哥哥也反了。若不信，你可以问三娘子。你们六坊，单污水坊一族就有数百人于朝中禁卫军和各地郡府任职。崔峰一反，要死多少人？你可曾想过？高士因一人灭族，七士因一人毁族。难道你想崔氏不如他们的后尘？来，喝口水。去备早膳。是。自少时就听他们说你善情话，本想在册封之日让你当众抚琴一曲，眼下看怕是不行了。朕去叫太医。可要登宫门，该是想看清楚些中州城的百姓吧。女人这一辈子能登上宫城，受万民叩拜，也算是不枉活了。
女儿知道娘想以自己的命换我一命，但女儿无法逃，我不能让娘替我死，更不能连累清河君上千族人。策马提神响彻沙场，手心紧握着鸿鹄之响，无畏雨大风吹，心血依然。饶少，滚烫苏姑娘在肩上，灵山皆渴望，心甘情愿一生坚守。一缕光，我自入王府，得师父教诲，得同门爱护，未曾有过半分报答。而今师父蒙冤惨死，同门惨遭屠戮，仇人近在咫尺却不能杀，已是痛苦之极，绝无可能再与其成婚。今日女儿不孝，叩谢娘的养育之恩，请娘恩准女儿舍弃崔姓，自族谱除名，自此崔氏再无不孝女，失仪只是南陈王府的失仪。南陈王军从主帅到军中每一个兵卒都赤胆忠心，为国为民，天理昭然，终有还我王军清白的一日。周生辰，我来嫁你了，若有来生，唤你先娶我，可好？你不说话，我当你答应了。如飞燕之花，趁乱将
生的